现在德国就是这种状况啊，就是大家都很冲，很想被炮弹打，然后其实他们车又不太能那样子扛，所以大家就会玩的说走下面，哦，玩说大家就是死很快，然后很受伤，然后就退 game。你在说我吧？没有，不是你啦。你至少还会出个两三台车，有些人是出一台就不玩了。哦，你说我推荐是黄天福对吧？我要跟你说，笑我一下，嘣！不是，单车，那种人叫做单车仔，就是只出一台车，然后死一次就不玩了。我搞不好就是想玩那台车、啊。那你至少也买一个备用载具吧，就是啊，虽然我没办法关，对啊，但是感觉会送啊，你抽箱子也抽得到。我怀疑他们是一点就打 EB， 他们是一点怎样？有台 EBR 的车，有，我前面有一台。T34不是，那个日本的有两台，干，那个有两台，他把我炮打坏了。张旭帮我，他现在 nice， 还有另外一台哦，在树林里面有另外一台。等一下，他快出来了，他应该先打我。M6，哎，不是那个那台叫什么 ？KV85， 对，还是 IS1 ？Nope， 你打得到他、啊？我打瘫，打到致命攻击。等等。他是怎样啊 ？Nice， 哦，好。八打四，拜托！啊，他没死吗？他没死啊，他没死啊！你以为他死了？哦，哇，刚才说没死，他是连装的，快点滚！啊！我 Nice。我想说那日本一开始就死了。没有，你又没有拿到击杀，你怎么觉得他死了？我以为就把他收掉。啊，没差，只有哦。至少合作无间呢、欸。对啊，感情蛮精彩。太紧张了。你盯好，你盯 C 点，然后因为 EBR 应该在 C 点，那我去那个前线看一下，他们重生点附近。日本车。应该是刚才那台把我打死了，没有，差点把我打死了。
安迪想说 God 又被一台暴士打死。俺に殺されるべきなんだ。Holy shit！那我们这 CD 有没有好站吗？等我一下，这边有一台。哦，他往 CD 开了。哦，我们先把他们后面的人清掉，然后再来去站 CD。他停在那边了，应该是台 T3485 那个刚才你打死的那台 IS1 重生的。哦，你怎么知道？猜的啦，但我觉得一定是他现在停在这个树林里。我丢点炮。现在我不确定他打就是确切的位置，但是我知道他在这片树林里。你看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走出来，走到那个 C 前面，然后用正面面啊，他被砸到了，是太重弹、哦。往那边 rush， 走。All right, all tanks, move forward. Holy shit！ 是 EP 啊，眼里面他在哪里？Ice One， 应该是刚才，没错，就是你刚才打死的那一台。但我左边也有一台 ，Fuck！ 哦、oh, ，Nice。哒哒哒哒！哦，路程好密啊，路程。哇 ，M 二四。啊！在 ED 啊，到底要杀几个？然后，等下我看到他，看到。Nope。哒哒哒哒。嗯 ？Nope。干，到底啥小啊？等下，等下，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要死了，去死吧 ！Nice！ 他终于死了，我天！哦！啊，你守住 C 点，我去 B 点。哦。你躲在那个前面这个草里。我知道了。欸，有人在站 C 点。欸，怎么让他溜过去了？没办法。哦，我看到防空车，防空车。防空车，防空车。Nice， 你把那个，你把 C 点站回来。谁在站 B 点呐、啊？嗯啊！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Nice。M 八灰狗，在台湾的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死了？我被一台 M 四打死了。
没有啦，开玩笑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谢谢。天哪，黑哥，万载！